没有落榜。讲大话，你那边是自己播。就是有一天，芥末在录。什么芥末走在路上？就觉得自己，就有一天芥末。我现在是看到小米在笑，小米在笑啊。芥末花香很。然后呢？有一条笑，好。有一天芥末走在路上，好。有一天芥末走在路上，突然被别人从后面捅了一刀，然后芥末头就转过头去，那个人就说：“啊，不是很呛。啊，不是很呛。”对，你在好笑吗？你不笑，为什么小朋友笑？我在复杂一点。你一定觉得很好笑吗？不是，你讲的好好笑。对，我再讲一个笑话给你。去那里，哥来了。我再讲一个笑话给你听。好，就是像衬衫衣领。衬衫太硬了。没有被塞啊。就有一天，哎，你要听我讲笑话。好。就有一天，我听你讲。就是有一天，是贴心小提醒。衬衫衣领容易泛黄，在洗的时候往往让人觉得头疼，这时不妨吃颗头豆药，头就不会那么疼了。在讲什么？